是什么让糖糖那么开心呢、啊？所以那天他们晚餐都非常非常乖巧的吃光光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晚餐之后就可以吃到冰淇淋。原来是隋唐妈咪代言的商品，让宝贝们很开心。不过 Tony 哥可不这么想。其实我记得你老公管你很严。对啊，所以不能在家吃啊。所以我这次那个宅配到家里面，是我老公尖叫。他是不吃，但不代表他不爱。他是非常克制自己。看到了他就会凶。对，不看到就算了，看到他就会克制不了。那 Tony 哥自己要加油啊！而聊到两个宝贝开始会争宠，这让糖糖有点伤脑筋。很凶，对。他虽然嘴上说不喜欢妹妹，然后妹妹老是要抢他的东西这样，但是他每次跟妹妹一起玩的时候就很开心。然后他因为 Max 比较谨慎的个性，处女座，对不对？就他想要做一些他觉得可能会被大人骂，或是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的时候，他是会去让妹妹来壮他的胆子。他甚至就是直接怂恿妹妹说：“哎、欸，你去。”妹妹就傻愣愣的就去把它打开或什么，都是妹妹在做那个不能做的动作。所以其实 Max 也很享受有一个人在跟他吵吵闹闹啊，帮他壮胆啊，跟他一起有个伴的这个感觉。只是当妹妹抢他玩具是他最不开心的时候，然后抢爸妈关爱也是很不开心的时候，在这种时候的时候，他就会瞬间不喜欢妹妹。Max 哥哥太可爱，要是弟弟也长大怎么办呢？